目前，塑料包装占包装材料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，居各种包装材料之首，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。塑料包装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、阻隔性能和耐化学性能，同时，塑料包装具备非常优异且灵活的成型和装饰加工性能。因此，塑料包装不但能有效地保证商品的货架期，节省运输成本，同时使得产品包装形象更具有创造性，满足了商品的多样化要求，从而提升了产品包装的价值感。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市场包装功能需求的增加，我们期望未来有更多绿色环保功能创新的塑料得到研发及应用，例如绿色环保塑料、防伪塑料工艺等等，并通过功能塑料来实现包装的功能设计，提高消费者的爽体验，进一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，搭建专业平台，把握行业脉搏，引领技术发展。祝愿 China Pass 国际橡塑展永续辉煌无限极。